저봐. 오. 아, 腿麻了。 我到老远给你来送谢礼，不只是妻子香，还有一弯月，你就多等我一会儿吧。做人总是该怀恩以待，投桃报李的嘛。不，啊，你，啊，靖王，属下知错，属下没想到风波会波及到您，害您受罚。今天若不是太妃护我。 我恐怕是要给那个袁空赔命了。为什么每一次让你插仪表，你都会横生事端，惹出人命？是那袁空侮辱景王您呢？属下也只是想给他几分颜色瞧瞧，没想到……属下知错，我与母妃不过是泛泛母子，今日他却如此相护，其中定有渊源，你且去查一查。是。哎呀！ 你放我下来！我让你投桃报李，没让你报我啊！我还没嫌你重呢，你倒挑剔上了。重？你说谁重啊？锦儿，我明明深情如燕的，你着实讨厌。哎，虽说重了些，但还是报得起的，无妨。 簪子，你一直戴着，不错。没有，我只是暂时没有别的发簪用。方才不是还伶牙俐齿的吗？怎么突然结巴起来了？还你。钟离。 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今月下无限悲，纵此时万般不如意，总有拨云见日之时。好，你要是心头惆怅，就来惊鸿阁找我，别的不敢说，美酒馆够。好，只是下次莫要再说我重了。 靖王，你冷静点儿，这是庆王府啊。送人礼，哪有收回的道理啊？下次不会再说你重了。你去查一查。 为什么静儿把誉王认成了钟离？